崇基学院全民服务学习计划，香港中文大学致力启发学生的人民精神，通过社会服务学习，希望学生带着关怀人类福祉的使命去服务社群。2022-23新学年，崇基学院在一年级书通中以体验学习的方式加入服务学习的元素。2022年暑假，学院率先举办一个服务学习暑期体验活动，12位同学在导师的带领下去了屯门社区为有需要的街坊派饭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参与服务学习同学的分享。导师教导我们，服务时要令街坊感到被尊重，而不是被可怜。我学习对街坊微笑，有眼神接触，用心灵去听他的说话，令他们觉得有安全感，并活得有尊严。我体会到自己是社群的一份子，应该向社区中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，令他们感受到自己都是社区的一部分。服务是学习，是修行，是灵性操练。崇高唯博愛是学院的使命，为了培养学生有懷胞與的精神，通过参与社区服务，从体验中学习，往人群中服侍，修己善群。